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，主作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我的盼望，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，我的帮助，我的荣耀，你是我的主，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主是我的，主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他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再来宣告，主做我的，主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主是我的力量和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，我的荣耀在乎神。我的荣耀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我的荣耀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。是我的神。
要时时依靠他，我要安静等候他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呼声。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这几次我们开始讲到安提阿教会，因为希望安提阿教会的特色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也是可以成为一个的祝福。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呢？安提阿教会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们是在神话语上面扎根的教会。巴拿巴当时他到了安提阿之后，他就去大树找到了当时候的扫罗，接下来就变成了保罗。他到了他们的当中，开始做了一年的时间，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教导。然后他在这边圣经上面讲说，他们就教导了这群在神的话语上面。这个的重要性是什么？就是所有的复兴，所有一个教会的突破，以及一个教会里头的运动，好，如果没有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的话，它一下子就会消失。你不能是靠热情，你不能够只是靠神迹奇事，你不能够只是靠在这一边办活动，不行。因为所有一切的根基来自于神的话语，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的根基，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的灵粮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也需要在这上面继续的注意。常常我们看见到我们所拥有的那种外在，不管是传福音的活动，不管是在硬体设备，或者是甚至我们就是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，我们忘记了最重要那一块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语里头那一个的宝贝，神的话语里头那一个会让我们生命成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神话语上面下功夫，每一天的读经祷告，每一天要神对我们说话，因为这个样子才会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，这个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东西是有根有基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方面，我们没有有根有基的做事情，说真的，一切就会像康屁一下就会不见。祝福大家。首先进入到教会首页，点选右上方的线上奉献，选择您的奉献方式，点选左下方的国内信用卡奉献，输入奉献金额并送出，接着会自动进入到信用卡交易系统的页面，填妥您的信用卡资料，点选 OK。最后请务必填写信用卡奉献资料记录，填写完毕请按送出记录，看到这个页面就代表奉献完成咯。点选中间下方的银行转账，分别有四个不同的账户，请根据您要奉献的项目转账到该账户，先别急着关闭页面，使用银行汇款、ATM 转账奉献，请填写页面下方的表单，并在留言内容下方填写转账账号末五码和您的汇款金额，或来电02-7751-7724，告知您的姓名、联络电话、收据寄送地址。您也可以选择实体奉献。只要到美和堂的飞鹰书房，将您的奉献投入奉献箱中就可以了。